为了提升山西乡内农产甲观光文化，山西乡公所伫咧日前举办了一场农产产业文化活动，希望让民众会当更加亲自了解山西乡，唔那是外海偏乡，嘛有真侪好食好佚佗的好所在。山西乡长苏伟俊邀请大家做伙来到山西佚佗。为了提升山西乡内农产甲观光文化，山西乡公所伫咧山西乡优格饼干工厂停车场举办2023风光好运山西乡农产产业文化活动。山西乡公所表示，活动唔只有山西特有的农产品展售以外，佫举办了亲子同乐 DIY 活动，佮有囡仔上喜欢的大型气垫城堡，要让大小朋友会当耍了够开，食了满意，买了欢喜。山西乡长苏伟俊表示，这个活动到今年为止已经办了至少10年以上，大概拢吸引真侪民众来参观，并且买在地上新的农特产品。今年来，因为青农引入新科技，培育出营养更加丰富的有机作物，嘛，这个活动愈来愈出名。那么疫情已经趋缓，那大家都走出户外，希望讲咱借由办的这个活动，能够推展我们县西乡哈，我们的农村特产，那么能够促进我们地方的发展，嘛希望会当带动哈，咱乡亲以及咱外围哈啊外地乡亲拢会当认识到咱山西。那么咱山西有真侪真侪迄个观光哈，会当去踏青的所在啊，包括咱的温阿港。咱的鱼皮吼拢真新鲜，包括咱的肉粽甲，包括咱的天然水稻，以及咱边啊吼，咱选择的这班，就是咱边啊咱的台湾优格饼干学院。那么除了台湾优格饼干学院以外，啊，这是观光工厂吼，咱边啊还够一间吼，咱的新麦蛋卷烘焙王国，这东西在我们台湾吼，甚至于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知名的这个观光工厂。那么希望讲会当吼，更加侪人来咱山西来佚佗。啊，但本来山西一日游其实嘛是无问题。其实咱山西有真侪真丰富的资产吼，啊，观光的资源。那么包括咱今日吼办着这样这个好的活动，那么大家能够共享盛举啊，嘛鼓励大家卖逐工吼拢住伫厝的，会当出来外口行行的吼，大家佚佗佗的，那予咱的心情无卖较好吼。欢迎啊，拢来举办这个农村产业啊。发展嘿，因为这几年漳州嘞啊，产业上济，非常好。啊，伊只啊，把咱这个地方的产业啦啊，宣传互大家了解哈，啊，大家对咱这个认识，因为咱这个产业真多，啊，拢是咱本土的哈。特产这个推广，以及讲来介绍咱家己在地，咱山西乡特色这个活动，我相信讲咱吼各位乡亲都非常非常期待，嘛真感谢咱苏伟俊乡长自上任以来，真用心咧推广，不管是咱的中东特产，还是来开发讲咱山西乡会当提供给民众来休闲游戏的这个好所在，感谢伊真用心，嘛感谢讲咱所有咱的村长、咱的代表，给咱主席办了真好，真正嘛拢真配合。山西乡虽然是民众嘴中的偏远地区，但是多年发展的青农组织也不断为山西乡种出更加优良的有机无毒的农产品，让山西乡成为重要的种植农业发展区域。新中华新闻李炳宏山西采访报道。